Hello，大家在主里平安啊，弟兄姐妹们、朋友们，非常高兴又跟你见面了哈。啊，每一次的见面，我相信我都会为大家带来祝福哈。这一次我要教导的是有关于悔改啊，希望大家认真的看待这个悔改哈，因为圣经里面呢，尤其是耶稣的教导啊，都非常的强调悔改哈，尤其是马可福音6章12节告诉我们，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所以耶稣那个时代呢，他就是 authorize 给门徒出去传福音、赶鬼、医病、叫人悔改哈。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不管一个人有多好，他都有这个悔改的余地。就是说，悔改是基督徒做耶稣门徒的生命的这个一部分。一个人他从不信耶稣悔改，他要悔改，要去相信耶稣。那么悔改本质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指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尤其是从错误当中、邪恶当中、犯罪啦、犯法的事当中，转向上帝，转向耶稣因为耶稣要求他们这些东西不可以做嘛。那么当他从有这样的有罪有错的地方呢，那么他转向耶稣的时候呢，因为这位耶稣呢是命令他们要去行律例典章，要去行这个命令。所以如果一个人悔改呢，就是说哦，他现在呢去做耶稣、上帝圣经的这个教导，那么他就悔改了哈。我们也许非常难接受耶稣这么爱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那么他怎么还会审判我们呢？还会，如果我们没有悔改，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个地狱火湖的审判哈？说弟兄姐妹们，我现在要给大家设这样的一个比喻哈，因为呢，这个耶稣的爱、上帝的慈爱，跟另外一个就是公义哈，是英文是讲 both sides of the same coin 就是说呢，一个银币的两面就是说它是粘在一起的，你不能够把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分开。那么因为上帝的公义呢，他要审判，他要惩罚我们的这个罪所以如果不悔改，这个罪呢，远远的在里面我们可能有一些人认识这个许道顺弟兄，以前的黑帮老大我们称他为马卡鼠我得到他的批准在这里提他的名字。他以前是吸毒的，赌博的，他也害了很多人，他打老婆的，他自己见证也是有讲，他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了哈，但是他悔改了哈，他悔改的确是从这个邪恶错误当中走出来，那么他的悔改是真正的悔改有一些人，当我跟他们讲许道顺弟兄已经悔改了，他们还不相信，可见他以前是多么的坏但是他悔改了，他也到处去做见证，传福音。请问你悔改了吗？朋友们，我们非常高兴你有机会观赏这支影片。如果你喜欢的话，请按 Like、Share、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记得要开启小铃铛，share 去你的 Facebook 跟其他的 Social Media 谢谢你，上帝祝福你，耶稣爱你。